好，我是伊莎贝拉。你问我为什么大白天这么躲在房间里？因为我是个吸血鬼啊。我不能见光啊，所以我都把家里盖得完完整整的，我才不会见光死。你问我为什么那么瘦？那是因为我只可以晚上出门啊，加上现在又 MCO， 晚上又没有人。不知道太阳下山了没？还没呀、啊。唉，因为白天不能出门，所以我只可以在家里滑手机啊。诶，这个是什么广告 ？Shine Solar Film， 它可以防晒隔热高达98%，有效降温，让你的家更舒适，阻止99%的紫外线，保护你家人皮肤，防止家具老化，安全和增强玻璃，防止玻璃防爆。我要买。啊，好快啊！自从我家里安装了 Shine Solar 隔热膜之后，就连大白天、大热天，我也能在家里无拘无束、自由自在，完全不会怕被伤害。现在的我每天都精神充沛的，出门捕猎的次数也变多啦，可可。